好，提醒您哦 ，LINE 诈骗又有新手法了。这是诈骗集团盗用账号跟亲友要手机号码跟身份证字号，接着呢还会索取手机认证码，开通小额付款服务来诈骗。光是这种手法就有上百人上当了。三 C 专家也要提醒大家，遇上这种情况，最好还是亲自通话才能够分辨真伪。